我来看一下，如果说我今天读的档案哈、哦、比较复杂一点点，请各位开启那个云端白板在哪里？在云端白板里面的下方，这边有个 member 点 txt，啊，请各位注意一下，请你把它打开。打开之后哈、哦，这个档案怎么样？请你把它下载啊。这边就要下载的话，下载格式哦，我们看用比较简单的，我们用 txt 好了，这个纯文字啊，请各位注意一下，从这边下载哦，因为之前好像有同学是直接。没有进来，从外面下载成，那它下载变这个 Word 档，哦，这不是我们要的，我们下载纯文字档，OK。那下载之后的话呢，这边在你的下方就再资料夹显示，会有一个叫 Member 点 TST，你可以把它打开。它这个时候的话，哦，会显示出来啊，其实它的结构很简单，就是一个编号，第一栏，姓名、生日、血型、手机，总共五个栏位。对不对哈？五个栏位底下就是这个是栏位名称，然后就是第一列啊，第二列，以此类推，总共有50个会员。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啊做第一件事情，希望把这50个会员资料读取到那个 Python 里面，怎么做？OK，第一个哈，那第二个的话呢，可能你要注意几件事情，什么事呢？请你开启它之后哈，在那个另存新档一下。其实我并不是说我要把它另存清档，而是要利用那个记事本里面有一个还蛮好用的功能，什么功能呢？请各位看一下哈，在下方有个编码，编码如果出现是什么 UTF-8 的话，记得哈，你将来呢在开档的时候要加 encoding，就编码方式要跟他讲用 UTF-8。那如果不是 UTF-8，可能它是 ANSI 的话。那就不用加，像刚刚我们哈、哦、那刚刚建的那个档，它预设就是哎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 Windows。那目前的话，最大问题是微软哦，跟其他阵营用的编码方式就是跟你不一样，所以哈、哦、会产生乱码，大部分都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哦，所以你要特别注意哦，你先看一下，如果哈、哦，因为我们这个档案呢，它是从什么？从那个 Google 下载的，所以一定是 UTF-8。啊，如果今天你是在那个记事本里面打的存档，就会是 ANSI 哦，所以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哦。那这个地方如果因为 UTF-8，你就另外跟他讲说啊、哦，我的编码方式，请你用 UTF-8，否则会出现错误，没办法开启，因为编码对应不起来。OK，这个可能会有问题。好，那所以接下来的话哈、哦，这第一个哦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那怎么开启？首先第一个哈、哦，我如果要开档，啊，请各位再建一个新的 module 吧，也许叫 member。啊的一个 module，按右键嘛，module 应该都知道 other 嘛，找一下这个 module 开一下。那接下来的话呢，我如果要去读取它的话，要怎么读取？哦，啊，我们最后其实是希望哈，只读2栏，然后前10个会员，这个是最后结果啦。OK，那我如果说希望哈开档的话，那怎么开？基本上哈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一样，F，我们先从这个 F 开始哈。那我的档案路径特别注意哦，我的档案是在哪里呢？当然呢，刚刚是直接 member 啦，对不对哈？member 点 txt，可是问题哈、哦，我现在那个 member 并不是在我们根目录底下，对不对？没有这个 txt，所以你如果现在执行，一定扫不到，除非呢，你怎么呢？把那个 member 点 txt 哈、哦，把它怎么样，拖拉到这边放开，copy 过来，这样是 OK 的。有没有？现在过来了嘛？啊，后面的话你就加一个 R，然后多一个什么东西呢？多一个 encoding 等于 UTF-8，这个可能要另外加，因为我们刚刚看到是 UTF-8，从 Google 下载的。啊，编程就是用 encoding，所以这边的话记得哈、哦，它这边如果你字打不出来的话哈、哦，你怕拼错的话，你可以打大概 encoding 等于它好像。打完之后才出来哦，已经来不及了。OK 哦，打错也来不及了。不过所以这个可能要稍微记一下，要不然你就参考我云端白板上面的哦。后面的话，请你打 UTF-8，啊、哦，就有点像记事本上面显示的，反正就多这个东西，跟刚刚差不多哈、哦。那第二个的话怎么办？因为它里面不止一行，所以你不能用 realize，readline，你一定要 realize。所以这边的话，你什么？把后面再加一个。哎，那读过来的话呢，一定会是一个 list，所以我这边加一个 list 一去接它。list 呢等于 f 点什么呢？刚刚讲过 readline 加 s，
因为它很多行嘛，小括弧这个一定要加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读过来之后的话呢，我先把它 print 一下 ，print 什么呢 ？print 这个 list 里面的话，你可以发现它已经就帮我读过来了。OK， 执行一下。但是它会是什么状态？哎，有没有？它会是一个中括弧放在里面，然后最后会有一个这个反斜线就换行。哎，可是问题来了，那可是我现在不是要这样，我需要怎么样？帮我把它。 一个一个切开，一个一个把它输出 print， 所以怎么办呢？我如果不是这样 print 哈，那我们必须怎么样，在这个底下加一个什么 for 回圈，应该还记得吧哈 ？for 里面的每一行就 for line in， 在这个 list 一里面，帮我把这个 list 一里面的所有的行有没有？像这个就第一行，这个就第二行，有没有？ 啊，下一个第三行，以此类推，一个一个帮我怎么样读到 line 里面？那做什么呢？我就把它 print 出去不就好了？哦 ，print 什么 ？print line 就可以了。哎，每一行哦，一行一行帮我输出哦，看到不 ？OK， print 一下。嗯，有没有发现？它就怎么样？一行一行的输出，可是哦，会多一个换行，为什么？因为最后我们反斜线了，那怎么办？好像前面有讲过吧？加一个什么？点什么？去掉。 strip， 好，特别重要，去掉尾巴的那个、哦、strip 是很重要哦，这个方法也非常常用到尾巴的这个换行，哦，特别重要，以后如果你要去掉那个头尾不要的字元，你就加一个 strip， 好就 OK 了，好，那把它执行一下，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最后结果了。OK， 有没有看到？好，不过现在的话只是第一阶段。 算是只是读进来，然后 printer。第二阶段我希望怎么样？我只要姓名跟手机的前10个会员，哦，所以哦，我需要什么变化？一，我只要2栏，2，我只要10笔，哎，怎么办？怎么限制它的笔数跟栏数？哦，这个就关键了，因为以后哦，我们在处理资料，不可能说全部读进来。 我们可能会针对我们要的栏数跟列数去取得之后再处理嘛，但报表当然不可能全部的资料捞进来啊，就捞你要的就好了。可是问题你要怎么去过滤哦？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哦。所以我刚刚这个地方我是把它拉到 member 拉到这边来哦，啊这个很简单，拖拉过来就好了。可是会有同学说，老师，可是未来我们可能一种情况啊，我们不要拉过来，我们直接在这边找，直接读就好了。 不然每一次下载完都要拉过来，那不是很麻烦吗？哈，所以有没有什么方法？有，直接读取绝对路径就好了。那怎么改？待会再讲。哦，所以待会两个，一个绝对路径，一个取得2栏实列。OK， 试一下哈，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。先慢慢变化啦，反正档案读取，我觉得已经比那个以前写任何的程式语言都来的简单太多了。有没有规则？我觉得顶多是。 像刚刚R后面加一个 encoding 等 UTF-8，那什么时候要等 UTF-8？ 你最简单的方法，你用记事本另存新档就可以判断出来了。OK， 所以以后哦，你假设常常遇到那种乱码的状况，很简单，不用太特殊的工具，记事本就绰绰有余了。真的，你不要小看记事本，很多工具还没有这个功能呢，反而记事本才有。 OK， 所以我们怎么判断会不会乱码？反正一打开哈、哦，如果是 ANSI 的话，哦，你就另存成 UTF-8， 有时候就搞定了。因为像以前常遇到什么 MySQL 里面哦，你从 Windows 建的资料丢到 MySQL， 哇，乱码一堆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个 UTF-8， 一个是 ANSI， 两边当然不美，怎么办？全部改成 UTF-8， 问题通通搞定了，从此以后不会有乱码的问题了。OK。 那为什么会这样哦？其实始作俑者哈，应该好像还是微软，因为微软最大，我很大，为什么我要跟你们一样呢？对不对？因为现在全世界最多人使用的作业系统嘛，那我为什么要跟？为什么你们不跟我一样？对哈、哦，而且啊，最近微软也改变了，它也用 Unicode 了，可是呢，很奇怪，它就是不用 UTF-8，它用了另外一套标准的 Unicode。 反而又更麻烦。OK 哈，所以永远都还是会有乱码的问题。OK， 所以这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啊。
哪怕是 Mac 啦，啊 Mac 里面也是 UTF-8，对，它也不是 ANSI。OK，所以这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啊，如果你这一点注意到的话，那基本上自然就比较没有乱码的问题哈。